可可来了，大福也醒了。这个是我最近在种的蘑菇，那边是平菇，然后这边是一种黄色蘑菇，感觉这边应该是种不出来了，还感觉已经死掉了。但这个蘑菇还长得挺多的，哦，好可爱哟、哦，特别方便。然后就给它喷喷水就行了。这边也是，万一它活过来了呢，不放过任何一个小生命哦。我最近呢一直在用的是我朋友给我带的这个卸妆棉，这个卸妆棉我觉得它其实可以把手指伸进来卸妆的时候其实有一点方便，但是我觉得也没有特别的有必要性。卸妆水呢是山科的，这个我基本上也用掉将近一半了，因为我今天没有画眼线跟睫毛膏嘛，所以的话这个卸妆水它是可以给我卸全脸的，就卸眼睛的时候也不会觉得很有刺痛感，就是而且它是那种按压头嘛，就使用起来的话放在卫生间里边还是挺方便的。今天呢用到的洗脸产品呢是这个23岁的这个黑炭洁面，它既是一个洁面产品，它也是可以当做一个清洁产品来使用的。然后最近风又很大，灰尘也很多，我的皮肤也是很久都没有做清洁了。这个的话我也差不多是3天左右吧会使用一次。那今天呢就想搭配一个洁面仪，让轻轻的呢进行一个按摩，尤其是鼻翼两侧跟这个下巴的这个部位，再用清水洗净就可以了。最近呢一直在戴牙套，因为呢刷牙的话真的要好好的对待，平时真的要好好的对待牙齿。我戴牙套并不是说做就是牙齿太多的整形，因为我这里缺一颗牙齿嘛，要有这个种牙的打算，所以要先戴牙套把我种牙的那个位置给空出来。那戴牙套最近觉得好难受哦，它最近牙齿上面加了8个那个固定点，然后戴上之后牙套特别紧，好难受哦。我这个牙套的话应该是要戴2年才可以的。大家可能看我平时视频的时候其实大部分我是没有戴牙套，因为戴上之后我现在觉得说话还是不是很自然，可能之后慢慢的就好起来了吧。洗完脸之后，我先用一个兰蔻那个精华肌底液，我的这个是100毫升超大罐的，然后戴了牙套之后说话就感觉一股拽味儿，因为我本身就是干皮嘛，所以皮肤吸收的话就会相对来说会差一些。其实很多人他就会觉得兰蔻的这个肌底液会适合年龄偏大的人群，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它主要呢就是给我们皮肤进行一个修复的一个作用，就是让我们的皮肤呢达到一个就是很健康的一个状态。因为皮肤达到一个健康状态之后，你再使用其他的护肤品，这样的话它的吸收效果就会更好。所以呢，我一般都会洗完脸之后第一个使用的产品就是这个兰蔻的一个精华肌底液。但如果是什么皮肤敏感呀、角层特别薄、有红血丝的话，也可以用这个肌底液来进行给皮肤的一个修复。脖子上面也一定不要忘记这个肌底液，我在之前的视频里面跟大家分享过，也算是我18年现在到年底了嘛，18年的就是爱用物最喜欢的一个。用完之后呢再用一个这个澳洲这个 Eron 的这个固态水，这特别神奇，可以看到现在里面呢是一个固态就像凝胶的一个质感，但是它喷出来呢是这种水雾状，据说里面是有一个特别神奇的一个专利，它里边是有什么南极的冰川水啊什么，所以就是给皮肤进行一个像补水保湿啊、美白提亮的效果还是挺好的。可以把它当做一个爽肤水，这样直接喷在手上，然后涂在皮肤上面，或者是像皮肤干的时候啊，把它放在电脑前面啊，随时喷一喷，或者是像化妆之后喷一下也可以，反正自己爱怎么用就怎么用都可以的。我这个卡子也太丑了吧，我还是换一个卡子好。涂完爽肤水之后，我用一个这种就是美白类型的精华液。我记得就是2017年，就去年的时候，我对美白这方面是没有什么太多需求的。但是今年确实是因为没太注意防晒，再加上熬夜呀什么的，皮肤就是有点暗沉。因为我之前有做过激光祛斑嘛，就是我眼下这两块，到现在已经是做过差不多有7-8年了。现在就是我很烦，就是我这块这又冒出一些个很淡的一些个斑点，有点要反弹的一个情况。所以现在就是在美白啊产品上面会用的多一些。这个美白精华是我之前做那个皮肤管理皮肤科的那个医师跟我推荐的，他说我这个斑点啊什么的，除了日常防晒啊补水之外，要加强美白淡斑的东西。我这个斑点可能我光线现在看的不是很清楚，因为我这比较淡，所以见效还是挺快的。然后我就一直想着我脸上就是这块这个斑嘛，如果它要是给控制住不会再长的话，我就不用再做那种激光祛斑了。所以这个美白精华也是我早晚就一定要用的，感觉效果还是挺好的。因为我经常熬夜嘛，就是熬夜的话就第二天看脸还是很有那种通透感，提亮肤色的效果我觉得也是肉眼可以看到的。再加上现在可能也是冬天嘛，就特别冷，我现在白天基本上也不怎么爱出门。我现在真的是之前买的那些大部分的底妆色号用在我脸上都是偏深了。我觉得如果是提亮肤色呀、美白呀或者淡斑的话，那美白产品要跟防晒同时进行，这样效果才会更好。我现在护肤的话都会特别注意我的这个脖子，因为脖子真的是护理不好很容易暴露我们的这个年龄。我可不想到时候脸上看起来白嫩嫩，脖子上面全都是颈纹，然后又肤色特别暗沉。这个精华液用在脖子上面还真的是一点都没有那种黏腻感，涂在皮肤上面吸收特别快，因为我经常用电脑啊、手机什么的，所以颈纹也是稍微明显一些，所以我平时用在脖子上面的就是护肤品啊、精华液什么的，会比我用在脸上的用量会更多一些，心里面就会有那种用量越大越多，心里面就是越安心的那种感觉。最近买了这个很火的珍珠发卡，试戴一下，一个视频里面换了这么多发卡。
好复古。我现在很少涂面霜，就是一般涂完精华液之后，我选择一个美容油。其实美容油跟精华液的话，这两个我觉得平时护肤的话，使用一款就可以了。美容油它其实属于精华液的一部分吧，跟现在皮肤特别干，然后用美容油机会比较大。像我用这个是一个日本的一个牌子，我这个也是用了挺多的了，不知道视频里面能不能看清楚，但是这种上下水油分离的，所以用之前一定要先把它这样摇匀，混合起来使用。其实用美容油最大一个好处的话，尤其是针对干皮，它就相当于可以在皮肤的外层可以形成一层保护膜，因为它是油状的嘛，所以它就可以很好的把就是皮肤里面涂的护肤品给紧紧的包裹起来。我一般就是先把它这样的先简单的涂在脸上，然后呢再把手这样搓热，再轻轻的这样按压进去。虽然这个美容油虽然里边是油状，但是在皮肤上它是一点都不油，尤其是刚开始我记得用它的时候，第二天我脸上起来之后，哇，一次就见现在毛孔变得特别特别细腻。但是后来的话，可能因为习惯了吧，后来就觉得没有刚开始效果那么强烈了。但是我也是一直，尤其是秋冬的时候会坚持用它，就是脖子上面不要忘记。它这个味道真的是好好闻，我特别喜欢，就是带有香味的东西。很多东西的话，像你把衣服脱掉或者把妆给卸掉，你整个人就是你自己，只有身上的这个香味会让你觉得哇，我跟别人是不一样的。最后再涂一个唇膏，嘴巴好干哦，我最近，而且现在北京风特别大，有的时候喝水喝少了总想舔嘴唇，我觉得晚上后涂唇膏或者唇膜的话，就会缓解让嘴唇的一些个唇纹啊、干裂呀、口角炎这些效果还是挺好的。我记得有一次就是在外边嘛，没有唇膏，然后嘴巴特别干，我就用那个 VE 的那个胶囊给戳破了，然后涂在嘴巴上面，感觉效果也挺好。我觉得用这种油类的吧，就涂在嘴上面都可以，但就是不太方便，偶尔这么用一下还是可以的。身体乳的话，我用的是这个宝宝霜，这是人家之前接的那个推广啊，是那个除纹嘛，它真的很好用，而且它是没有什么味道的。有的时候用完浴液呀，那个浴液有香味儿，或洗发水有香味儿，然后你用的东西全都是带香味儿，香味儿混合到一起，就也说不出来是好闻还是不好闻，反正不是自己喜欢的味道了。就这个宝宝霜，它就本身没什么味道嘛，所以就是涂完这个之后，它就是不会跟浴液的味道融合到一起，或者是之后再喷香水什么的，也不会影响香水它本身的味道。我一般涂身体乳的话，只会涂这个腿还有胳膊部分，像肚子呀就很少去涂，好凉哦，冬天涂肚子的话。前段时间做那个冰点脱毛嘛，然后感觉这个汗毛又长出来一部分，但比之前少了一些了。我才做了一次，据说要做5-6次，它才能就是下去的会更多一些，就不会特别长。等之后人家再多做2次，再跟大家分享关于脱毛那个经验吧。这些都是我平时特别喜欢喷的一些香水，我喜欢在睡觉之前也把香水喷在自己身上，就是伴着自己喜欢的那个味道，然后睡觉的话会感觉比较心情愉悦，很放松。今天喷这个纪梵希的这个小熊宝宝，这个味道就是那种淡淡的肥皂泡泡，然后有一点点柑橘味，很适合就是像学生啊或者是初恋阶段那种像少女的体香那种味道。而且最主要是它里面是没有酒精的，所以它持香时间是比较短，要的话你去喷它第二天你也不会觉得身上的味道很重。在晚上睡觉时喷香水就很简单，就只喷在我的这个手腕，然后再加一点在这个耳后就可以了。我不会喷的特别多，反正自己可以隐隐约约闻到一点点就行。我睡觉的时候是一定要抱着玩偶睡的，然后特别喜欢小猫咪，平时在家里面睡的就会抱着这一只小猫咪，它是有名字，它是个小男生叫 Frank。 然后这个呢是平时像出差的话呢，因为外面就是我怕睡眠质量不太好，特别没有安全感，我就会把这只小猫咪给带住。这个小猫咪就随便给它起的名字，它叫咪咪。然后这个的话它也是个小男生，他们都超级软的，抱着超舒服。然后平时在家的话主要都是抱 Frank， 它这个大小的话就很适合抱着它睡觉，每天没有它是不行，对吧。睡觉之前呢我是一定要开小夜灯的，这个小米的这个小夜灯之前也跟大家推荐过，它是有很多种颜色，但是我每次都是开它这个暖色光，然后它是可以调这个不同颜色的颜色跟它的这个光源的大小，我一般都喜欢把它调到这个最暗的这里，然后呢会把这个大灯给关掉，只开这个小夜灯。我一般一开就是一个晚上，不然一个人睡觉感觉好害怕哦。有的时候呢会把小夜灯就开到最亮，然后会看一看书，一看书的话就是还是挺帮助睡眠的。我最近看的是这个哈哈洗脑术，但是今天太晚了，我就不打算睡前看书。这个书还挺想跟大家分享的，我就是一直有一个习惯，就是我在看书的时候我是比较喜欢把自己喜欢的一些句子要做一做笔记这种，所以平时我会把笔别在这个本里面。这本书到现在其实还没有看很多，但是有一句话特别的想跟大家分享，就这个当权威者指点你该往南走时，我建议你首先要先分析一下向北走的可行性。其实像我的话，我是那种我不知道大家都是什么样的一个性格，我是对自己其实是很了解的，我是属于那种讨好类型的那种人格吧，就是我特别喜欢就是在一个人群中或者我喜欢的人或者是普通人那些个，我很喜欢去讨好他们，就是他们如果觉得跟我在一起很开心啊什么的，我会觉得我也很高兴，我也就是一种间接性的就证明自己的一个方式吧。可能每个人就是对于证明自己这些定义不太一样的，反正我是这种讨好型的人格。这样的话其实有的时候也会觉得很累，但是就也很难去改变吧。看这个书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正是因为我是那种讨好型人格，所以在有的时候去选择什么东西的时候，别人去说什么我觉得可以的，因为他喜欢我就喜欢，我就会有这种想法。
法，但是当面对自己就是工作上面呀，或者是很重要的决定，别人给我提出的一些建议的时候，其实我是可以就不赞同，或者我是可以去绕过他给我的建议的。但是我潜意识里面就是的，我觉得可以，就总是会默认这些东西。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习惯。然后虽然这个书它里面有很多就是讲的不是很有逻辑性，或者讲的我觉得他讲的有很多不太对的地方，但他这句话就让我觉得还是挺受益匪浅的。我觉得看出这个东西，它是每个人写的书，它是要给你传达一种生活方式，或者是不同的见解。你可以去赞同他，或者你也可以去通过他的这种思想的方式去找到自己更适合的一种对于世界、对于一些事情的一些想法。说的有点乱七八糟的呢。我现在呢要把美瞳摘掉，都给忘记了。现在已经很晚了，我要睡觉啦。大家不要熬夜，不要吃夜宵，对自己好一点。我们一起加油，晚安啦，爱你们，弗兰克亲亲他们，晚安大家，拜拜。弗兰克来看镜头，拜拜。Choo!